各位大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们今天呢要来教大家酷哥辣妹舞蔬果的动作哦。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来跳舞吧。首先，第一个动作是五谷杂粮纤维多。我们先一只手叉腰，一只手伸出五，然后往旁边画圈圈。没错，这个就是五谷杂粮纤维多。我们来跳一次吧。五六七八，五谷杂粮纤维多，纤维多，五谷杂粮纤维多。接下来第二个动作是大蒜蘑菇一朵朵，我们双手呢变成大蒜放在肩膀旁边，之后合起来变成蘑菇，一朵一朵一朵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喽，五六七八，大蒜蘑菇一朵朵一朵朵，大蒜蘑菇一朵朵。再来第三个动作是花椰洋葱我最爱，这次我们要变成花椰菜哦。花椰菜，我们现在双手放在肩膀上，然后往上开花变成花椰菜。那我们来试一次哦，五六七八，花椰洋葱我最爱，我最爱，花椰洋葱我最爱。接下来第四个动作，青椒萝卜也不赖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来拔萝卜咯，双手往前往下，之后用力往后拔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做咯，五六七八，青椒萝卜也不赖，也不赖，青椒萝卜也不赖。再来第五个动作是香蕉柑橘样样哟，这次我们要变成弯弯的香蕉哦，所以我们往上跳，变成弯弯的香蕉。然后样样优的话，两个赞，好棒好棒。那我们来跳一次哦，五六七八，香蕉柑橘样样优，样样优，香蕉柑橘样样优。接着呢，我们第六个动作是我们的番茄葡萄滚滚来。那我们的一只手变成番茄，一只手变成葡萄，我们要一起滚一滚咯。好，五六七八，番茄葡萄滚滚来，滚滚来，番茄葡萄滚滚来。好，接下来是第七个动作，西瓜木瓜刮刮乐。我们画一个大圆圈，一个大西瓜。那我们要刮一刮，刮一刮，刮一刮，刮一刮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咯，五六七八，西瓜木瓜刮刮乐，刮刮乐，西瓜木瓜刮刮乐。再来第八个动作是苹果芭乐来一个，不知道小朋友们喜不喜欢苹果跟芭乐呢？喜欢苹果的举手，喜欢芭乐的举手。那我们这一句来一次哦，五六七八，苹果芭乐来一个，来一个，苹果芭乐来一个。好，接下来第九个动作，天天都要吃五蔬果才会健康又快乐，我们就可以跳起来了哦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动起来，五六七八，天天都吃五蔬果，五蔬果，天天都吃五蔬果。再来第十个动作是头好壮壮健康多，我们吃了那么多蔬果，吃了那么多蔬果，头好壮壮啦。现在我们把双手放在肚子上，点点头，双手往上画，好健康的感觉。那我们来一次哦，五六七八，头好壮壮健康多，健康多，头好壮壮健康多。接着我们第十一个动作，英俊美丽跟着我。那英俊美丽呢要跟着你，所以我们要扭一扭。好，五六七八，英俊美丽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英俊美丽跟着我。我们是英俊又美丽的小朋友，所以我们就是酷哥跟辣妹啦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开合跳吧，五六七八，酷哥辣妹舞蔬果，舞蔬果，酷哥辣妹舞蔬果。耶、yeah, 太棒了，相信小朋友们都学会这首酷哥辣妹舞蔬果了，希望大家都能每天吃好多水果，好多的水果，落实蔬果彩虹五七九。
欢迎